天天地产天天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向准备要投资的朋友呢介绍两个房源。那么这两个房源同样也适合要去滑铁卢或者正在滑铁卢工作和上学的朋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两个房源的是来自太平洋地产的地产经纪Face 钟。那么今天呢非常的欢迎他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最佳经纪人环节。Face 你好。你好 Sophia。 你好，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好，谢谢。首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我是 Face 钟，中文名字就是钟章长燕，我这是太平洋地产的一个房地产经纪，一个 broker， 也是 Centum Fundsor Financial 的一个贷款经纪。我开始做地产的时候呢，就是有时看到我的客户呢在申请这个贷款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我就决定考了这个贷款经纪的牌照，就是希望可以提供更方便更全面的服务，就是所谓的这个一站式服务的方式。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呢长期合作的伙伴，好像这个装修清洁律师方面都可以提供给大家做选择的。那 Face 呢有自己的一个团队哈，一些合作的伙伴，包括这个清洁的装修的，同时呢 Face 还是这个贷款经纪，可以提供这个房地产贷款方面的服务，所以呢找你应该是没错了哈，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 对，可以，我会介绍给大家。那 Fac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介绍这两个房源分别是怎么样的房子，给大家先透露一下。我今天介绍两个房源都是在滑铁卢大学城，两个是楼花转让，就是很方便这个大家去上课和工作也投资的机会，因为那是地点是一个很好的地点。适合这个投资的朋友，同时也非常适合在滑铁卢工作和上学的朋友。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两个全新的楼花转让，进入今天的地产一加一环节。Face 刚才他已经讲了，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滑铁卢大学城的两个全新的楼花转让。那我们问一下 Face， 到底今天介绍的第一个楼花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具体为什么适合投资呢？Face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我第一个房源呢就是这个 project 就是 Sage Condo， 它是这个 Sage Condo 的第二期，地点就是在318号 Spruce Street Waterloo 那里的。它这个主要的交界就是滑铁卢的 University 跟 King Street 那里。那么这个房子它这个单位哈，它的户型是怎么样的？这个户型这是一个豪华的一房的单位，有一个洗手间。就是这个大厦一共有23层，我这个 unit 就是在17楼那里的。也就是23层当中的第17层。对，就是第十七层。那么这个房子它的入住时间是在什么时候？你刚才也讲了是个全新的楼花转让，应该转让的楼花通常时间都不会等得太久哈。入住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对，它这个楼花转让呢，这明年的呢9月就可以入住了。明年的9月份。这个面积有多少？对，多少尺？这个面积有就是527平方尺，也有一个43尺的阳台，这个 unit 这个也有一点 upgrade，它是这个全部是不锈钢电器，也有这个花岗岩台面，地板呢就全部是那个复合式这个木地板，除了厨房跟这个洗手间之外就是个瓷砖地。应该都是升级过的，是不是？对，都是升级过的。应该住进去非常舒服了。对。你刚才说了是滑铁卢大学城，那么大学城哈，那究竟它附近哈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它是不是适合这些学生非常的方便的生活和交通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周围的一个环境。好，这个地点很方便，因为它几步就可以到这个超市、银行、餐馆这些东西，而且它附近就有两个很著名的大学，就是有滑铁卢大学跟这个 Wilfrid Laurier 大学。它这个
其实它很方便的意思就是一个那个 unit 已经全部包了，这个家具必要的家具都全部有了，电器也有，还有这个50寸的电视机，电视都包括了，电视也包了，所以呢搬进去住其实是什么也不用带了，就是带着这行李就可以了。那其实非常适合在这边上学的一些朋友哈，对，直接应该是拎包就可以入住了。对对对。那么我刚才也问到了哈，这个生活环境，如果说我们这些学生们想出去啊吃东西啊，想去这个购物啊，想到旁边啊走一走啊，是不是也有这个非常方便的超市啊？对对，就是几分钟就可以走到的了，很方便的，步行的距离。对对，很步行的距离就可以到。像超市、餐馆这些都是。都是举步就到，对。那是很方便的。对。刚才你也提到了适合投资的人士，那么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那他适合投资，那我们离着滑铁卢这么远，那怎么样适合投资呢？因为呢，除了包了家具、电器之外呢，这个单位是有一年的租金担保，这个单位就有每个月他就担保是$995一个月，而且那个开发商也会送3年免费的物业管理给你，他是由专业管理公司帮你打理这个单位，所以你也不用操心，在多伦多住也可以。那个打理这个单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哈？包括什么样的服务内容呢？这个免费打理都包括呢，就是他帮你这个单位帮你找租客。找了租客，他帮你签这个租客的合约。如果是学生的话呢，他会帮你找这个家长做担保。也帮你收这个期票，租金的期票。也就是说，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租客哈。对，也就是说每个月都有这个租金担保，租金的保障了。对对，那每个月我们是就是定时拿支票的，是不是？就是头一年的定时拿支票。第一年的一个担保，那么每个月可以拿到多少钱支票？$995一个月。哦，$995，同时还包括3年的一个免费物业管理。那个真的是挺不错的哈。好好，很多这个投资的人士完全都不用到这个滑铁卢去亲自打理这个物业哈。对。完全有人帮你包了。我想说这个unit 的叫价是$230,000。那么这么的一个楼花哈，是叫价230,000，它包不包括这个车位和 locker 呢？是没有车位跟 locker 的，因为这个地点是很方便，已经很便宜了，是吗？对，也很便宜，所以它就没有包也不需要有这个车位，因为是很方便的地点，非常方便的地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哈把刚才 Face 给我们介绍这个全新的楼花的一个基本的特点，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刚才呢 ，Face 介绍的这个楼花是位于滑铁卢的大学城，它的交界的大街呢是在 University 和 King。那么这是一个一房一个卫生间的单位它是位于23层上的第17层，现在叫价呢是230,000。那么这个入住时间呢也在明年的9月份。那么如果有想去滑铁卢工作或上学的朋友，或者投资的人士哈，不妨考虑一下在滑铁卢的这个全新的楼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看一下滑铁卢的另外一个全新的楼花。